不起来。老师绑不起来。黄老师你在干嘛？你老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，他可以这样，那掉下来，然后绑在这边哎，他会穿过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穿过去的，我怎么弄他都穿不过去啊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不是魔术。哦，这你也知道？知道，问我就对了吧？好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。这是科学。那你如果说这是魔术也可以的，但是我通常把这个归类成啊，是应该是说这个是归类在念力的部分。念力，你只要心里面一直默念的，你把老师效果就不一样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有没有？天哪，这也是科学，是吗？对，这也是科学。好啦，这个看在啊，你已经被我欺负了那么久了，老师教你。这个啊，其实是我们的环，跟我们的链子。我们的环啊，在过程当中，因为它在空中旋转，旋转了以后呢，它会在这个链子上面打了一个结，所以套在上面。所以只不过是利用巧妙的手法，让我们的环可以跟我们的链子结合在一起。这黄老师这样你懂吗？我懂，你要不试试看？转一转而已嘛。对，那也是。那我可以喊黄就是很帅吗？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失败的几率会比较大。喊了就会成功嘛？黄春盛很帅，还是失败了。对，你要喊林百王老师的时候是喊邵正中老师很帅。哦，喊林百王很帅，真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来黄老师应该也会了哈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。哦，好啊。黄老师要请问，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说他是在上面哈，那旋转过程当中所造成，他会把它套在一起。那请问你，他在整个旋转过程当中？转了几圈哦，哇，这科学真是太难了。